大家好，今天是11月16日星期四，又已经差不多11月去了一半了。昨天最不好的就是北水是大量流出，很简单啦，人家即升了那么多人就沽水走人咯，所以升得多呢就是即不是挺好的。中国人有句说话叫做是有福是因为有祸，有祸是因为有福，福是祸所以，祸是福所，不知道什么，你不记得了。总之太大的福呢就会有祸了，那真是的嘛，升了700多点更是福，那就更有祸了。好了，所以其实应该昨天呢去到这个是美市就什么货都出了它就最啱了。没法啦，没出到的话就等今天出咯。好啦，再其次看看啦，哪些行业呢，昨天很多行业升嘛，今天只剩下三个而已，还有煤炭啦，还有零售啦，还有这些是电器和电子用品这样。个股方面呢就很简单了，很多都跌，很多跌，快手升跌，零跑升跌，其他都没什么点，京东是升跌，没了。看看期指，期指昨天升了上去之后，后劲不介意，今天呢就跌了，就跌了留下来，这个都会预期的，是你要预期呢，它会需要是补回这个的，是起码它补回这个的是中间这个位置，即是要补回这一度至这一度这个位置，这个裂口上升的裂口补回呢就先好的，补回之后先再升，这个是最好的。补回的时候也都是需要怎样呢，后市呢不可以看得太说哎呀它今天跌回来即是没得搞了，不是的，最主要它补回来这一度，只是它未跌穿保利的通道的中轴，那后市还有得好好搞的，那这个再继续看了。那就是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股票可以留意呢，这样第一只华能国电，华能国电看它的时钟最主要有一样东西，即是以前都讲过的了，